王宝强离婚大战开打三天以来，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王宝强，而关于马蓉的负面传闻则层出不穷。除了与宋哲婚外情，转移王宝强资产，在昨日马蓉首次公开爆料王宝强出轨证据之后，也被网友指责疑点重重，同时不忘打同情牌。记者来到西北大学，马蓉曾是该校影视传播学院的学生，学院告诉记者，他对于马蓉的印象并不深，上课时他不是非常积极的学生。另一位女士则说，其实跟他不熟，他也不算校花，上学的时候我们接触也不多。据记者了解，与马蓉关系较好的几位女同学这几天建了一个微信群，想通过他们自己的力量联系媒体，希望媒体不要乱写。在群里他们也保证不要随意接受媒体采访，不要给马蓉添乱。